家好，我是顾哲，很高兴再次见到在家。在这里呢，祝哥哥六周年快乐哦。那作为一只小鸽子，也要谈谈认识曾伟老师的经历嘛。其实一开始呢，是在电台里面听到他的一首歌，就是相信大家也都听过，就是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，就是这句话呢，就是一直循环的在脑海里面回放，然后就是觉得啊，原来唱歌可以那么的投入感情，就更加喜欢唱歌了。在这之后就要跳到2013年，那个时候呢是我是歌手就在热播嘛，然后曾伟老师也去参加，第一首歌唱的是矜持，就是那时候唱这首歌也是令我眼泪直流。就是这也是我在中国新生代邀请曾伟老师和我一起唱这首歌的原因，就是我第一次听歌听到哭，然后之后是唱了《流浪记》嘛，在复活赛的时候，就是令我刻骨铭心那个时候，就是啊，唱歌原来可以那么的投入感情，然后之后就知道曾伟老师要去参加中国新生代当评委，那真的是那时候就啊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，就一定要进嘛，一定要进。然后进了之后要选曾伟老师，曾伟老师一定要选我。那时候在后台真的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因为好多人都想选曾伟老师，好抢手的。然后之后就是说到曾伟老师进中国新生代这件事情嘛，也是回想起来现在都好难忘。就曾伟老师也很照顾我们，也很关心我们，然后我们想要什么也都尽量的满足我们。然后那其实现在也在这里谢谢曾伟老师那时候对我们的照顾。然后现在呢是9月19号，就是我录这段视频的时间，那是中秋节嘛，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那当然我也知道那个歌窝是9月21号六周年嘛，那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妮，首先祝歌窝6岁生日快乐。今天是中秋节，祝曾伟老师和歌窝的粉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。曾伟老师，我开学上初一了，昨天刚军训完回到家里，你看我有没有晒黑呀？曾伟老师，以后出去表演记得要多喝水，要多休息，要多睡觉哦，要保重好身体。祝你们21号的聚会圆满成功，要快快乐乐的玩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子和，今天是国际歌窝6周年的生日，我在这里祝鸽子们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很高兴。亲爱的杨老师，还有红色班级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还好吗？我好想念你们呀，希望我们可以很快再见面。大家好，我是钟晨乐，我在这里恭祝杨宗纬国际歌窝后援会6周年生日快乐。Hello， 宗纬老师，我们很想你哦，然后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，也祝你的台北演唱会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卢品帆，我在温州祝国际歌窝6周岁生日快乐，也祝杨老师教师节快乐。杨老师好，我现在进入初1年级正式上课了。在这里我祝你们国际歌窝6周年生日快乐，中秋节也到了，那我现在祝杨老师节日快乐。下面我为杨老师带上一首歌，希望喜欢。人们都说我们呀是人们呀，
老师好，还有各位国际歌窝大哥哥大姐姐，你们大家好，我是胡建宇。今天非常开心能来到国际歌窝六周年的生日 party， 然后在这里希望国际歌窝长长久久，然后杨宗纬老师越来越红，大红大紫。然后在这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祝国际歌窝越来越成功，加油！我是张龙，恭喜你国际歌友会六周年，感谢你在唱歌上面给我的指导。然后呢，很荣幸今天能和你一起庆祝，在这里祝福老师歌迷满满，震撼全世界，谢谢。